从30多岁种到现在70多岁，所以平均这边树都是30-40年的树了。不可能，对。你最喜欢？听说好像是这个金凤，好不好？这个就算 A 果了，好，差不多800克左右就 A 果了。今天安排给你们。来，哇哦，碎啊！对，没有。哇，其实金凤这个品种呢，它怎么叫？他们叫做榴莲之后啊，因为它的树身比较软，果形也比较小。所以这个算是王后，很浓的酒味，你们能够接受吗？很浓的酒味。后的话，那么这个就是啊王了，这个是我们叫做猫山王了，大家都懂的哈。等一下教你们。六群还没有加入的宝宝们呢，你们可以先点击这里再去到我们7群，然后六群已经满了。看到啊，这个可以了，谢校长，你的成绩单过关了。这个猫，这个差不多是30年左右的。宝宝在线看堂哥吃榴莲。如果说想要，那么掉果第一时间跟你们说，好不好？先这样子了，好，谢谢你们，不累不累。